你好，恭喜曬 ！Thank you。今次係婚後首次嘅公開露面係咪？係啊。緊唔緊張？唔緊張。開唔開心啊？結婚之後。Very happy。Very happy。係咪可唔可以？係咪都仍然都係 keep 住咁開心嚟㗎？係啊。係啊，好開心啊！好啦，咁其實我哋見到咧，你就喺呢個馬爾代夫嗰度咧就結婚啦。咁嗰度咧就水清沙又相當之靚啊！咁但係嗰度都陽光猛烈喎。咁其實咧，好多女性們都好驚咧陽光啊嘛，驚曬啊嘛。但係你又依然 keep 得咁白，有乜方法嚟其實？其實就是我在那邊就是很注重我防曬嘛，所以下水之前都會好好的。保养我的皮肤，睡觉之前会擦一些东西，弄一些 whitening mask， 让皮肤休息一下。即系每次出外都一定要做好润眉啦。嗯。咁刚才见到咧呢个全身广告啊，拍摄嗰时相当之靓啦。喺过程当中有冇啲好特别嘅经验同大家分享下咧？其实拍摄之前我以为会是到一个室外的地方拍，因为想说，美白应该是会在海边，沙滩上拍。但是一到现场发现它是在。它是个家里的景，那让我觉得很舒适，很享受。拍的过程当中，像是在度假一样。好似度假乐园咁啊。系啊。嗱，咁啊，你刚才都讲过，你一个好注重呢个美容啊，个靓女嚟啊。咁其实一路以嚟，有乜方法咧，可以 keep 住咁靓个皮肤？有冇啲咩秘密同大家分享下咧？可以。对我来说，护肤品其实最重要是它的成分和那个产地嘛。那就像我刚讲的，晒前晒后是一样的重要，所以呢，这些步骤我都很重视。那像比如说 Giga White Fresh 这个collection， 它的成分是有美白的一些成分在里面，所以你用的时候，它可以就是让你的皮肤除了美白保湿之外，它还可以就是让你预防一些黑色沉淀色素产生。Giga White Fresh 除了美白的同时，可以帮你预防的。咁下一个步骤系点咧？下一个步骤就是你用那个它的那个 serum 精华液。就是在手心上面就按一些。然后呢，你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揉，它让它温度就是刚刚好。因为如果温度比较就是适当的温度，会让这些精华液在肌肤上吸收的更快。然后呢，擦也是就是有一些技巧，不是像我以前就是随便在脸上擦，就是可能效果没那么好。我那边会变。下巴下就是从下面往上擦，然后这边。从这个鼻骨这边往上，然后眼睛往上，往上之后再往下面锁骨这边往下这样擦，然后轻轻的按摩。这样的按摩，因为这些都是淋巴的地方，所以按摩之后呢，在淋巴这些上面按摩之后，可以让淋巴有 circulation。那 circulation 加上这个精华液的效果，会让你的肌肤的那个颜色更均匀。好，唔該曬。咁當然用呢個精華液，如果你想令到你呢個精華液更加滲入皮膚，當然可以用我哋呢一個精華嘅面膜啊。喺用之前咧，就先咧搽呢個精華液，敷唔止10分鐘啦，效果更加好嘅。最後一個步驟點咧，多謝。最後的步驟對我來說也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擦美那個防曬。防曬也是一樣，那就是在你在你手上也是。就是轻轻的擦，让它温度到一定的温度之后，脸上擦，最重要是脖子也要擦到，因为其实我们很常常就是忘记就是擦脖子，所以脖子常会被晒伤。那擦的时候也是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防晒乳比较也是从下往上，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防晒最好用的是它很清爽，不是很油腻。那它可以就是防紫外线，也可以就是帮助你的皮肤保湿，然后避免就是一些黑色的色素沉淀在你肌肤里面。除了搽面之外，仲要搽呢个颈，好多人大家都冇留意喎，所以令到颈同面都两紫色噶啦。可能脸部已经保养得很漂亮，但是其实颈部上面可以看到，就是被晒黑，会有一些黑色的那个色素在上面。咁有冇咩 tips 咧？搽呢個防曬，又或者我哋幾多分鐘之前搽咧？
差不多你出去之前的15到20分钟擦，因为你要确定它的就是防晒已经透，就是吸收在皮肤里面，然后再出去的话，这样比较有防晒的效果。我就相信咧，各位全朋友都好想咧，影多咧阿 Kelly 咧两个咧，就帮你个 model 咧化妆嘅影子，我哋再试一次好吗 ？OK。記住啦，搽呢個防曬咧，除咗咧係搽面嘅同時咧，都要搽埋頸嘅喎。咁最好咧就咧出嚟咧，户外大概10至15分鐘啦，咁樣相信會更加吸收啊！唔該曬 Kelly 咧，同我哋嘅分享啊，相信咧在場嘅女士們咧都可以話咧得益不少啊！咁咧跟住呢個步驟啊，同埋用我哋嘅 Keep Away Fresh 啦，相信都有 Kelly 咧咁完美嘅肌膚㗎啦～